心有一个妈妈，她为了要怕吹到风，她还给我戴毛帽加泳帽。她拿掉毛帽的时候，想说哇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因为她怕她吹到风。如果说是天气热，穿个薄长袖，还是避免吹到风，因为你生完小孩之后，元气很差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